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，我是一心。今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啲同2019冠状病毒病有关嘅生字。学新嘢，大流行病，大流行病，大流行病，2019冠状病毒病，2019冠状病毒病，2019冠状病毒病，肺炎，肺炎，肺炎，口罩，口罩，口罩，消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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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纸巾，消毒纸巾，消毒纸巾，搓手液，搓手液，搓手液，限聚令，限聚令，限聚令，隔離檢疫，隔離檢疫，隔離檢疫，封城，封城，封城，傳染，傳染，傳染，社交距離，社交距離，社交距離，在家工作，在家工作，在家工作。好，咁大家就练习下啦。喺呢个疫情期间，大家记住要戴口罩，注意卫生，同埋保持社交距离。好，系咁多，食饭先。